为什么做生意的人心都挺狠的？做生意后，人们会发现人心并非狠毒，而是因为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后，你会觉得以前的想法太过天真。有时候，你觉得客户很好说话，他要求优惠，你忍不住给他最低的折扣，结果他又继续要求更多的优惠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终于成交了。你原本以为给客户这么大的优惠后他会感激，然而他转头就去投诉，或者给你差评。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有时候产品明明是被他的孩子弄坏，他却怪是质量太差的原因，一直跟你闹，甚至骂你打你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有时候客户把产品用了半年一年后还跑过来跟你说要退款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有时候明明你认为做生意都需要诚信，结果你有诚信了，你也觉得对方有诚信，结果把货发过去后款都不给你，一直拖着你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有时候你到农村里办事。